怎么了？不喜欢吗？不喜欢就大声说出来，没关系的。女生展示自己的美，不是为了别人，是为了自己。自己喜欢最重要。其实我很喜欢，但是我很怕被熟人看到我这个样子。你这个样子很好看的，不要不好意思。你以后甚至可以不用穿那些死板的职业装来凸显自己的专业度，别人尊重你、相信你，只会是因为你的实力。我也是最近才明白这个道理的。不用吧，放轻松。哎，我你这样多好看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自信才是女性最大的魅力。走。跳完是有点饿了，一会儿多吃点。美女，你们的餐上齐了，请慢用。谢谢。哎，等等，菜上齐了不要慌，我们先拍张自拍。好，来，手机给我。来，来，慢点，慢走啊。茄子，好嘞。等等，发个朋友圈。只让他俩可见，搞定。这么能喝，喂，喂，看到朋友圈了吗？看到了，怎么了？地址发你手机上了，再这么喝下去，两人就喝飞了，赶紧把你女人带回去。什么？我女人？喂，喂，什么意思呀？干杯！哎，嘘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喝了，都第三杯还喝。宋总，你知道吗？严医生除了有苏总这样亲密的男朋友，男性朋友，对，他们比自来水还蠢。没想到他就是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什么艾米啊？baby 啊 ，Cindy 啊 ，Lucy 啊什么的，什么英文字母的开头都有，我都数不过来了。聪聪，反正他就是个渣男。先吃串儿，来继续吃。他明明不喜欢我，太逗，还跟我搞暧昧，他竟然还强吻我，就像这样。聪聪，我跟你说，他的吻技真是烂透了。你的吻技才烂透。你个渣男，你怎么才来？老娘今天要教你什么叫真正的吻技。你干嘛？干嘛？程青松，程青松，你醒醒！喝这么多干嘛呀？这是，喂。要干嘛？哎，你去哪儿？送他回家。看好你的人，看好你的人。严远，
好了好了，放心吧，远远不会伤害他。你们男人当然会帮着男人说话了。他是你叫过来的。朋友圈是你发的吧？总算没有白费我今晚的安排。什么安排？帮聪聪试探妍妍的心理。啊，你还想喝酒吗？我陪你喝点儿。不喝了。 我还是很担心聪聪啊。放心吧，这是我认识妍妍以来第一次看他这么失态，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，他不太擅长处理这种亲密的关系。哎，苏真的，怎么办？哎，干嘛？哎，兄弟，没事吧，兄弟？哎，我看看。 盲人会飞吗？没伤着点吧？哎，你没见过的事多了，走吧。这太奇怪了吧！不会喝酒还喝？ 你好好在这儿休息，我先出去了。松开我，程继松，松开我！我好热啊！哎，别脱，别脱！哎呀，不能脱，别脱了！ 穿这么多，不热吗？盲人会飞吗？哎呀，你没见过的事多了。 小心！我知道了，苏之念，一定是他。